新版武器大师，这造型帅毙了。这盘我们是打野武器，对面凯乙，和我家六G啊，不要脸，竟然偷鸡。虽然偷鸡贼被打跑了，但他还是偷到了。偷鸡者必被偷鸡，他不知道我把他家六G打了，所以他大概率会过来。来了 ，Supply， 想不到吧，小伙子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武器这个新造型帅不帅？手感的话，我觉得很爽，很有节奏感。原皮我不知道，他的皮肤是比之前帅多了，每款皮肤都比之前帅。我现在用的是少林武僧，比之前的少林武僧帅多了。再来实战看一下，现在六级有大招了，看看大招的手感怎么样。这个攻击节奏很不错，感觉很爽。这里急把我们家上单赵信杀了，我们可以过去给他报仇。残血了，但他有位移，有个分身，大招不知道有没有，先走上去。凯乙晕住就死。凯乙的红刷了过来给他反了，就算在美服我也要不当人。没带的凯乙这不随便杀，帮他打完红顺路抓个下。这娜美是魔女星皮肤吗？很帅，但是没卵用，皮肤不加属性，所以他死了。双 buff 的劫就是我家卡莉，意不意外？这里有个武器，还是开着风扇过来的，一锤80。这波来看一下打团的手感，大龙争夺战先杀凯乙。一锤两锤350，谢谢老板。这个劫很灵活呀，那我们杀不灵活的对吧？娜美你的皮肤很帅，兄弟们，武器这个新模型你们怎么评价？评论区留言。